这碗里的饭也太香了。旺仔，今天给我家狗狗买了个玩具。屌毛在吃什么啊？在吃什么？嘴歪成这样。别以为你满背纹身我就怕你。妈妈说带我去吃席，我实在有点等不及。你见过狗狗打喷嚏吗？是时候宣布一下家规了。既然我是你们的台词官，那我大小也是个官，我读书也是个官，以后在这个家我说了算，你们要不服啥意思？说起就起。嗨，预备备起。多大了还滑滑梯？你给我回来。你知道我的名字吗？我叫老六。这啥呀？这是第一次见。